你们，我们现在穿这款新款，它是正宗的跳跳裤 2.0 版，这个是200713，看得出来齁，是有含麻的，是有含麻的，它是麻棉材质。然后我现在右边这个是水洗的斜纹布，看得出来齁，面料的差异，所以它在显色的质感上就不太一样。还有就是你们应该也看得出来厚薄度。也是整件有弹性，整件都是有弹性的，腰头的部分都帮你们做到车缝线，所以它的线呢，弹性线不会翻再翻，都不会。然后还有这边那个，就是在腹部这边都是有做到这个车线加强挺度的车线。这一款因为是做到水洗斜纹布，所以 2.0 版升级在这边，它的挺度会比较挺。对，然后再就是裤长的部分。裤长的话，这是帮你们做好不好？加量，微微加量，我大概好像加了五公分，加五公分。我的是棉麻材质，然后玉婷的是斜纹布的材质，没错。那这个斜纹布它的含棉成分很高，所以超级无敌好穿。我身高168，我现在穿是有折两折哦，是有折两折。所以高个子女生，如果你也想要折裤管的话，来。那你们许愿成功了，202107。然后我一边没有折给你们看，我一边没有折的话，它就是全长，是全长。然后跳跳裤它版型就是最厉害就是它是有点上宽下窄，像是微微男友裤加老爷裤的感觉。腰头双紧尺寸到 2L 都可以穿，你看腰头、大腿。小腿跟裤脚的地方全部都是做到全弹 ，Kiki 163公分，裤脚是有折起来，是折两折哦。当我放下来的话，就会变成全长的，然后到全长的，有口袋，腹部的部分有打折线，然后后面是没有口袋的，但是是顺的，它不会整个让你觉得穿起来会不舒服。男生175以下可以购买，好不好？175以下可以购买，因为它长度的话，现在就是卡在那个男生那个裤裆的部分。好，男生如果你想帮猪队友一起买，记得175公分以下再购买。